在与恋人相处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禁忌，就算是关系亲密的另一半也不能碰触，因为那是他们的底线。那么，和十二星座的人谈恋爱，哪些事情千万不能做呢？一、白羊座，千万不能与他们冷战。如果与性格直来直往的白羊座交往，记住，有意见当场就要解决掉，千万不能进行冷战处理，想着能拖就拖，因为事情一旦得不到解决，怒火无法发泄，白羊座的人就会格外抓狂。这种现象发生后，还是不赶快进行处理的话，那就呵呵了，白羊座定然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恋爱时，白羊的反应很快，任何反应都不需要催化剂，都会比别人快好几倍。白羊判断事物，一般是凭直觉的，跟另一半相处一段时间，觉得不合拍就立刻决定要分手了。与其努力去改变对方，或是改变自己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干干脆脆放弃比苦苦坚持要好得多。所以白羊最重视的是对方是否跟自己对位，不对位立刻分手。与金牛座交往过的人都知道，他们真的就像一头牛一样，有其好的一面，牛一般的勤快，也有不好的一面，倔得很，性格太要强，他们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就算漏洞百出，依旧强词夺理的不肯认输，这个时候懂他们的人就会罢休了。但如果不知道死活的和他们对着干，金牛座就会恼羞成怒，大动肝火，最终两败俱伤。吵架后也要注意，金牛座很善于冷战，所以一定要主动去哄。如果金牛发现自己不可以跟恋爱对象结婚，两个人的恋情不会有结果，金牛一定会选择分手。因为金牛每次开始一段恋情，目的都是奔着结婚去的，要是对方没有想要结婚的意思，金牛真的不明白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了。所以一旦发现对方根本不想跟自己结婚，就会立刻提出分手，好恢复单身身份，等待适合自己的结婚对象出现。双子座虽然在恋人面前随性开朗，孩子气得爱玩，但是别以为他们就真的是孩子般的天真，在自己的隐私方面，双子座格外的在意，别说是恋人了，就连父母也不可以逾越，否则他们就会很生气，有一种自己被全部看光了的感觉，非常不好受，越想越气的双子座甚至会和对方吵起架来。恋爱中必须充满新鲜感，必须充满激情，必须有各种吸引双子的花样，双子才有心情坚持下去。如果另一半对双子不用心，或者用心没有用在点子上，给双子一种整段感情很闷的感觉，双子就会失去耐心，跟对方提出分手。哪怕另一半苦苦哀求，追问双子分手的原因，双子也不会有一丝心软。性格温和敏感的巨蟹座非常讨厌和恋人之间发生吵架或者起正面冲突，在他们看来，什么事情都能好好说，所以一旦与巨蟹座的人发生冲突，就先让他们单独待一会儿吧，双方都思考一下自己的做法，有错就要道歉。如果是巨蟹的错，善于检讨的他们也会主动要求和好的。总之，和巨蟹座交往要具备32分的耐心，像母亲或者父亲一样对待他们就对了。巨蟹很在意家人，这个众所周知，所以巨蟹因为家人的意见分手的可能性很大。小事情巨蟹都已经很听家人的话了，在感情这种事情上更是会听信家人的劝告。如果家人不喜欢巨蟹的另一半，巨蟹肯定不会继续交往下去，倒不是真的觉得家里人的话有道理，只是不想让家人不开心罢了。
在狮子座的心里，永远都想要成为众人的焦点，享受所有人的瞩目。因此，不管是对待家人、恋人，还是朋友，他们都绝对的仗义、大方。针对一些伤自己面子的事情，他们即使在乎的要命，也绝对不会表现出来，而且傲娇地告诉所有人，这都不是事儿。所以，如果在众人面前让这些个大爷大姐头们丢了面子，那就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数落完对方后，定要想办法挽回自己的颜面。爱不爱不是重点，对狮子来说，重点是恋人是否是一直听话的小绵羊。如果对方根本不受控，对狮子来说，恋爱也就失去了意义。无法控制住恋人，整个恋爱过程对狮子来说简直会变成一种煎熬，爱情也就失去魅力，对方必须要被淘汰掉。所以狮子的分手理由不管是什么，实际上都是我管不了你，你走吧。处女座的小毛病很多，强迫症、整理控、文艺控、龟毛、爱计较。当然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他们丧心病狂的洁癖了，衣服的洗无数次，碗筷刷了又刷，地板拖的苍蝇都打滑。要是他们对自己苛刻就可以了，但是对待身边人也是丝毫不懈怠。所以为了避免被处女座反复挑剔吐槽，他们的恋人就需要多注意一些了。立志要把恋人变成完美情人，看起来处女的志向还蛮宏伟的。所以处女不断挑剔另一半，一会儿觉得人家这不好，一会儿觉得人家那不好，总之就是很难令处女感到满意。而改造的结果总是令处女感到失败，最终处女只能以一个算了，我无法改变你，也无法接受你的理由而提出分手。可是既然不顺眼，当初干嘛不直接选个顺眼的？性格温润大方的天秤座，一向以谦谦君子或者窈窕淑女自居，他们被自己的魅力深深的折服着。不过别以为他们真的就如表现出来的那般什么都好说话的样子，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批评或者讽刺，他们都会让其心生不满。另外，天生博爱的天秤座，在他们眼中所有异性都可以是暧昧对象，如果每一个都要深究的话，那么忙都忙不过来。所以在决定和他们交往的那一刻，就要学会包容。天秤不是容易受诱惑，而是不懂得选择。很多人恋爱时都有可能遇上小三的干扰，可恶的是天秤不知道该如何拒绝小三，因为他会忍不住拿小三跟现任做对比，比较的结果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该选择谁。跟现任继续下去好像很合理，但是小三似乎也蛮不错的，最后因为犹豫态度不得不跟现任分手。在爱情中，有着强烈占有欲的天蝎座，要么完全不爱，要么就爱得疯狂。他们的爱意之深，甚至会让对方喘不过气来，但是又害怕对方离开。所以，如果和天蝎座的人恋爱，一定要保证绝对的忠诚，身体和精神都不能背叛。和其他的异性暧昧一丝一毫也不行，甚至开玩笑也不可以，否则爱得越深就会恨得越深。天蝎座的人绝对报复对方，让其知道戏耍自己的下场。天蝎是最痴情的星座，在恋爱时天蝎是相当有奉献精神的，他可以爱一个人爱到不要自己，可以为了爱情心甘情愿付出自己的所有。所以只要能够让恋人感受到幸福，天蝎宁愿主动与对方分手。
如果有能给恋人幸福的小三出现，或者天蝎觉得自己无法让恋人感到满足，就会主动提出分手。热情活力的射手座强调，在一段感情中必须要有绝对的自由与信任，如果恋人一天24小时盯着自己，一分开还得报备行程，这样的生活他们无法接受，最终会导致射手座对恋人越来越没有耐心，态度也渐渐冷了下来。所以和他们相处切记不要黏太紧，也不要老是疑神疑鬼的问东问西，更不要发小姐脾气。要知道，直接爽快的射手座最厌恶的就是无理取闹的人了。射手自由惯了，恋爱时受到一点点束缚也会觉得很难受。而且射手是一个非常不想为了某件事付出巨大努力的人。所以恋情一旦遇到挫折，射手不会去争取胜利，而是立刻会逃掉。两个人在一起，难免需要相互包容，相互迁就的。恋爱时，射手不愿意改变自己去达到与对方合拍的程度，宁愿提出分手。性格敏感多疑的摩羯座，其实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他们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一旦发现有人不满意自己了，不把问题解决掉，一整天都会闷闷不乐，但是问起来，他们却死活不肯说为什么。很容易就生气，但是也特别能忍，一旦情绪积累到无法控制，就会大发雷霆，恐怖指数10颗星。工作狂摩羯生怕恋爱时约会等事情会耽误自己的时间，跟恋人煲个电话粥，他不觉得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反而觉得好麻烦。即便抽空约会，心里也总在担心约会时间太长影响了自己的正常工作，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单身好，想怎么工作，想工作到几点都可以，于是摩羯会干脆提出分手。和水瓶座的人交往需要注意，一定不能的理不饶人，电视中野蛮恋人的做法完全不能用在他们身上。其次，水瓶座的人很有自己的思想，认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因此如果恋人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强硬地灌输给他们，那就大错特错了。水瓶的分手理由很多，或者也可以说水瓶分手没有理由。通常的性格不合不是水瓶分手的理由，经济条件相差太大对水瓶来说也不是问题，可能他某天想跟对方分手就仅仅是想分手而已。做事一向都很我行我素的水瓶，不在乎分手是否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他只要得到分手这个结果就好。双鱼座是一个很容易觉得孤单的星座，所以他们不能没有人陪伴，不能没有爱情，而在一段感情中也经常会患得患失，害怕自己不够好留不住恋人，所以想方设法地抓紧对方，像个连体婴一般最好24小时都不分开。因此如果双鱼座的恋人冷落了他们，就会开启矫情模式，琼瑶主角上身，哭啊闹的直问恋人自己做错了什么，这么反复折腾谁能受得了。双鱼都是林黛玉，恋爱时一点小事也会伤到他的心，甚至没有有什么可难受的，也还是会觉得自己很痛苦。对方一个很随意的举动可能会把双鱼惹哭，跟双鱼恋爱真的很难。而双鱼提出分手的时候还偏偏会说是自己被对方伤透了心，实际上要求那么多，到底是谁伤谁的心，双鱼就不要叫苦不迭了。